大包还是要这个、啊？好，好换这个好了。来哦，皮夹那个没有了。哦，好没？好，那我换我手上这个手提的。然后这个有两个颜色，还有黄色。这黑，然后还有黄。来，编号来到了 S 跟 T。这个这是我自己的，然后这个的料超好，它是帆布的料，然后这里是有绣英文字母，是它应该是他们的牌子吧？它这边有绣英文字母，然后呢里面呢、啊，你看，里面一样有一个暗袋，有没有一个暗袋？然后它的公母也爆冰起来料之后，重点是里面这个是防水的。它里面有上一层那个防水的胶，它里面有上防水的胶，所以你里面如果有放水，它是不会渗透出来的，所以不用担心。然后这个呢，只要特价多少呢？780，便宜啊！有没有很便宜？有没有很便宜？这个是我们应该可以追加了，这个应该是可以追加的。两个颜色，赶快！这个外面真的很贵，然后我们只特价，我们有找到厂商，特价780，要的。这个颜色要帮我打 S 加一，然后黄色呢就是 T 加一。T 加一。对，这个超好用，这个超好用，而且它就很挺，有没有？整个很挺，它的材质真的很好，整个非常的挺。这个你们真的要加起来，这个真的要加起来，超便宜的，没有人卖比我们便宜。好，我们敢保证没有人卖比我们便宜。要的帮我打 S 加一。特价780哦，然后你看买这个就免运了，是，我会合呗，会料型，会料型，因为我们有看到外面有卖的，真的还蛮贵，可能就是每一家进货的那个不一样，嗯，然后我们就是想说，我们就是要冲那个量出来，没有赚钱，或是我们可能只赚100块，我们也 OK， 我们也爽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们要的就赶快加起来好吗？特价780哦，特价780，整个料超级好，有没有这样子？里面是这样，这是我自己的东西，就是了，给你坑我吧。我看人家卖1000多哎。对，1000多有啦，就是，可是我们觉得我们没有那么的，就是想要回馈给果粉，然后做免运啊，所以你们不要只买一个包包就叫我们帮你寄哦，好吗？对。买安内嘛，不你各位姐，对，就多买几样啊，好不好？不，我这没合呢，真的没合，有没有？真的。材质真的很好，我们这次衣服也都很好看，黄色也很好看，黄色也很好看，很适合夏天。然后呢，黄色是要打 T 哦 ，T T， 两个颜色超好看，加起来快快，我跟你说，外面卖1000多，我跟你说，你可以买两个颜色，才多少钱？两个颜色才1580，1580而已啊、哦。对啊，哇，人家外面一个就这个价钱了，豁然算数很好，豁然开朗啊。对，豁然就想到了吗？我哎、欸，没有，我开窍了。我忽然算数很好，对，一两个才1580，然后我们都换红利回馈还免运，这个真的可以加起来，而且我感觉够你狂哦，没有那个可以这样子，它很挺，有没有？它真的是很挺，它不会这样倒来倒去。是，我不喜欢那种会倒来倒去的那种包包，好不好？所以你们要的就加起来，好不好？要的加起来哦，这个是可以追加的。然后刚才我讲的那个是先，我都会每一款都会讲，所以你们喜欢的就尽量加啊，我们就追看看，好吗？是，对，就尽量加啊，我们就追追看这个。那个就，哎、欸，就只有这一款是追加的，这一款是可以追加，然后其他我们等一下卖的包包是没有追加的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就是没有追加。要的啊，我觉得可以买两个颜色，我觉得夏天这个颜色也很好看，你配那个杏色的有没有？也很亮，超好看。然后这个黄色就是 T 哦 ，T 加一好吗？哎，我跟你们说，这真的很便宜，可以买来送人家哎，有没有？超好看，自用送礼两相宜。嗯，对啊，然后就是很方便，里面就很好装。自用送人两相宜，不是，没啊亮。跟我讲不是，跟你个表弟。我都可以我，不是，我跟你讲改过。自用送人两相宜啊。行，嗯，刚怪怪。对啊。对哦，自用送人两相宜。对啊。对啊。好好，对啊，好。唔对，啊，跟你个讲未出。我讲未出，我。来啊，这个赶快加，这个赶快加。
救命啊！救人哦！谁可以把他拖出去一下？自用什么？送人啊！两相宜啊！两相宜啊！好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阿杰吗？我讲不出来。文编在吗？文编啊？谁敲门？没有人啊。是送礼。送用啦，自用两相宜。对啊，我怎么想，我都一直讲怪怪，回头讲啥？自用送人两相宜。对啊，不对吧？对不对？哦，还是那个 Grace 那个如烟。自用送礼两相宜，送礼自用两相宜，应该都可以吧？都可以，听得懂就好。反正就是两相宜啊。对啦，不是你买好，但是我好啦，相好啊，你买一个送我，那就对啦。这样子哦，这个真的可以叫，有两个颜色，有黄跟黑，有黄色跟黑色哦。淑琴来了，淑琴，来哦。黄山，无代志。你够有耐心介绍。啊，我要给你介绍介绍。乖乖乖乖。来，再给我切个蛋，这我是小的，没心配啊。好，来哦。还有小的，还有小的。有没有可爱？大家开心呐、啊！哦，超开心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可以这样背。我们这个包款蛮多的。现货，我看一下现货几个啊？好，这个颜色只有四个哦 ，C。这边套是 C， 好，这个只有四个，然后蓝色的话只有八个，现货只有八个，这蓝色的只有八个，然后你看它后面很好看，韩国的。你看它后面有个袋子，然后写英文字母，是叫 Inky 哦，这个是 Inky， 这个是现货，这个现货卖完就没有了哦。然后一样，它就是可以，是安呢？没有，可以肩背。淑琴晚安，淑琴呢？好，而且它很轻，它的材质一样就是。帆布的材质，而且也是做挺，它很挺，可以手提，然后可以肩背，然后它里面的隔层很好哦，就是帮你有帮你做隔层出来。你看里面就是左右边它可以放水壶，有没有？它里面有四个隔层，你们看得到吗？它这两边是可以放水壶，小罐的水壶，两边都可以放哦。然后这里啊也可以放你的东西。这边也可以放你们的东西，中间也可以放，所以里面的空间真的很，就是他帮你规划的很好。左右两边放水壶，来，他左右的两侧可以放你比较私，就是放一些东西。然后你看他的中间呢，一样也可以放哦。然后里面呢，它的材质跟外面都一样，做的真的很精细。多少钱？多少钱？580。特价580，赶快加，赶快加！特价580，真的很便宜哦！有呀，有呀，我美棉运阿哥特价了，等一下，来哦！这个杏色的话要帮我打 C 加一，特价580，特价580。蓝色的这个蓝色也很好看，韩国的哦，这个也是一样，特价580。就是我们就是在做活动的好吗？就是要送，就是反正就是。自用两相宜，送你自用两相宜。对，这个包，新月说这个它有红色的哦。哇，新月你有红色的？你有买红色的？哇哦，新月再包别的颜色。哎，那还有吗？这个还有，两个颜色都还有，质感很好哦，超好的，真的超好。有没有？它就是里面一样，就是有袋子。然后这是后面它，你看后面这边它有做一个比较长的袋子，有印他们的 logo。然后前面呢，这边一样印他们的 logo， 很轻哦，非常轻，是帆布的材质，可以肩背、手提都可以，好吗？这样子真的很好用，因为它里面呢、啊、的空间真的很好装。不要看它小小的，它五脏俱全了，可以放水壶，来水壶嘞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好像就。小水壶是小朋友的小水壶，不是大水壶哦。要买很细的那种水壺。就小水壶啊，就是它两侧有没有？它两边都是可以放，就是反正放小水壶啊，放小东西啊。也不一定要放水壶啊。对啊，雨伞也可以。对，小雨伞啊都可以放。
然后它空间真的很大，好吗？空间真的很大。是。特价580，超便宜。有没有？我今天这样背，我边说你是帮忙吗？便宜到爆，叫妈妈。是。然后我看，赶快580，我跟你说，你外面真的买不到这个价钱了。这个人家都是开980或是1080哦，好不好？反正就是这一档，我们就是便宜卖，就是高兴，有没有？就是要想要卖给果粉们就对了，好吗？蓝色没有的。小 B 说他有加到吗？小 B 请加上面。很好用，新叶说很好用，新叶真的很好用，又很轻。然后就是很好装，就是如果你出去啊，什么湿纸巾啊、酒精啊，就是可以把它放在别种隔层里面。我们好想买哦，有小 B 有哦，有加到哦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买今天的这个直播，你们买到包包真的都是超划算的。你们外面真的没有这个价钱，好吗？我们今天的包包都没有超过1000块。我们都没有超过，都是百元的商品，可是会千元的价值。新叶你知道吧？因为你有买，所以它的材质真的很好。鲜货，那所以杏色还有吗？杏色只有4个哦。对，好，那今天就要统计出，因为你们要确定了，我们今天就会统计数量给厂商哦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就会统计数量，所以你们是确定你们有在线上交，我们等一下线下我们会统计数量，不可以取消哦，好不好？不可以取消哦。对，两色都没了。所以，那那个也是有，你说这个颜色还有？对、啊，这四个而已。那还有啊？哦，好哦，那好，都给你。全都加另外一个颜色。都是蓝色。啊，换你衣服好了。衣服。要吗？还是要一起播？好，来。来来来，想要淑女的，想要帅气的，有没有？这个是几号？谢谢总编特价又免运，真的。今天呢，哎、欸，这个其实我也好想买哦，可是它现货只有2个，只有2个人可以买，知道吗？没关系，就让给你们好了。这整个都是牛皮的，颜色超级漂亮，牛皮的哦。它可以肩背，有没有？它可以肩背，肩背。没有肩背，只有两个，整个是牛皮的。然后你看它底部，近看底部，质感超好。你看也掐抓我，它的车工。然后呢，来看，等等等，再推好用。对，然后来这里，只有两个，只有两个，卖完就没有了哦。B 款包还可以加吗 ？B 款上。我没有了，玉芬没有了。我这样吃饭了呢。还好。来，你看里面它隔层，就是它我们的包包，我们最喜欢那种口是大的，你在拿东西会比较好拿。然后你看它颜色超漂亮，它这个有没有？它这个是细胶，塑胶的。它这个有没有？这个提把是塑胶的。对。对，然后啊，你看它这边后面大帆包，等一下、哦，等一下哦。来，它这边你看有那零钱袋，这边可以装东西。然后中间呢，有没有看到中间呢，一样还有一个拉链，所以你中间还是可以放东西哦。它这个隔层真的很好，质感超好哦。有没有？它中间这边还可以装东西。剩最后一个，快点，只有两个。你说这个好。然后这边还有可以装东西，然后这整个都是牛皮的，好，你们就不用担心，这整个都是牛皮的，整个、都是牛皮的味道。这个真的要买，这个真的很好看。玉芬有 S 会追加，对，好 B 没有了，哦没有了，我都还没讲价钱呢。有啊，已经有打价钱了。你不用讲，大家都看得到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你们哦。对，因为只有两个啊。好，谢谢你们哦。是，没有很多啦。好，来，这是我的包。我跟阿宇说，哎，这个是我的包。跟你说，这个料真的很好，而且我跟你说，来，就是你可以这样侧背。它的料是那种这个怎么讲，是有点尼龙，就是防水的那一种。然后啊，它今年最好的科技是，你看哦，你安尼有无？你唔免惊去用头壳物件，你安尼一般袂起来，你要往
往下，有没有？这样它是磁扣的，然后你不用再这样子用，有没有？哎，你看又打，你就是这样子拉，这样它就打开了，然后你放下去，你就 keep 上去啊，有没有？就很方便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你看这样子，人家是拉不起来的，这个很推，这个超推，很好，很好用哦。然后后面就是可以这样背，就是很像我那一个包包啊。有没有？如果你们喜欢之前我背的那个，你们可以来加这个哦。这个很好看，这个我也很推，很轻。然后你看到里面，这个我看一下，现货四个而已。这个只有四个人可以加哦。哎，你们看到赶快加哈，不可以弃标，我们等一下会追加数量哦。它里面就是有这个暗袋，是一样，就是放你比较贵重的东西。然后呢，这里可以放东西，然后这里一样可以放东西。它的料尼龙的超料真的很好，所以它单价比较高一点点哦。你看这样子，有啊，哦扣，它就回去了。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会被人家会被那个扒手有没有真理瓦里用去，因为它打不开，它会不知道怎么打开。然后我教你们呢，就是这样子往下，它就打开。然后你看 ，kid， 它就一样有没有？没有办法打开，这个也很好看哦。这个只有四个而已，喜欢的话帮我打一。特价1280，只有四个。B 可以换一吗？哦，那个秀清不可以换，因为我们就是现货，我们都是算好数量的，所以我们就是特价的东西，特价的商品是你加了就是不能换，好不好？预购的就可以啊，现货的就没有办法。好，秀清这样子，这个真的我很推，因为它好轻，很轻。然后它后面呢？你看，后面一样就是还有这个，有没有？它的拉链超级好拉，很轻。它这个是最新的科技，所以你们如果比较重要的东西，就是可以把它背在前面，或是如果说以后可以出国，这个是真的很方便。因为你看哦，它这样子打不开，它就是要往下拉。然后呢，你就是东西拿完之后就稍微这样子，有没有放回去？它就。有没有？它就吸住了，这个真的很好用。还有吗？只有四个哦，没有了。好哦，那我换下一款哦。没有吧？哦，瓦力，瓦力，好。哦，行了，我想说你卖上瘾的。没对，我觉得你卖上瘾，不好意思打扰你。他卖上瘾了，我都不好意思打扰他了。我说你要不要休息啊？好，我休息一下，换你换。换下位。这就是我的包包，这是他的，这是我的，因为太好看了，这个没有买会雷公打。对，这个真的很好看，而且它真的很实用，而且它真的很实用。你看我的东西很多，这我自己的东西，我自己的东西超多。然后我出门又会带小朋友的水，然后我自己的东西，我本身自己的东西就很多了，所以小包对我来讲就是有点。装不了那么多东西，因为我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，所以我都会很想要把所有东西都带在身上，就带药啊、化妆包啊、钱包啊，然后什么药包啊，有没有？然后那个卫生棉的包包啊，所有的包包、所有的东西我都会带在身上，因为我就是缺乏安全感，然后钥匙包，我跟你说，真的，我跟艾米说，真的出去有没有？如果遇到坏人有没有？真的，哈，这个可以当防身包，真的。而且我跟你说，它就是可以这样子手提，可以手提，然后又可以肩背。我跟你说，去看到这个包的时候，第一眼哦，都还没有问价钱，就说啊。这个包要买，真的要买，超好看，而且背起来，其实你们这样觉得它很大，其实不会，它背起来是大小非常的刚好，有没有？背起来大小非常的刚好，那你今天累了，你就是可以肩背、斜背，也可以斜背，而且它的袋子哦，它的袋子质感很好哦，然后你看也可以斜背，超好用，超好看，而且好便宜，只有六个，只有六个，可是我们就是。尽量追看看，你们后面就加，然后我们就是尽量追看看，啊、好不好？那你们现场就是现货，你们就先在线上加，先加先赢，对啊，先加先赢。然后它的布料就跟刚刚那个我还没讲价钱，还没，他们就跟我一样不用讲了、啊，他打上去了、啊。然后你们要的就是可以怎样追看
觉得可以追嘞、欸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有没有嘞、欸。我觉得要追、欸，啊，不然觉得，不然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商家，然后我们有的话，我们就直接po上去，可以让他们在底下讲、欸。如果有货的话，这样才不会乱掉，好不好？所以线上就是加六个就没了啊！如果要的话就，就可以跟那个包一起追啊，啊就可以私讯啊、哦。我觉得这个你们真的可以加，因为它的质感真的爆炸好。然后你看呢，它就是真的很挺，我也是要介绍完，它是真的很挺，很挺的包，完全不会倒来倒去。好，没有。对，我们今天就是以线上我们有几个为主，嗯、然后要的话就是私讯我们了嘞。对。如果下播后没有看到它购物有的话，就是没有。就没有对，如果在你的购物车没有的话，就是没有抢到哦。然后啊，你就私讯我们，我们就追上看，对，就定数量。有没有？它就是很挺的一个包包，然后里面的容量很大，然后它的暗沉。两边可以放水壶，这里还有一个大的暗沉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暗沉，它总共四边，有看到吗？它总共一二三四四个边都可以放东西，中间有一个大的空间，这样子。总体你跟我们都一样啊，就是都是大包控的啦。对，我是大包控，啊、我也不是小包哎、欸，我小包的可是你的包都是小的，我你不是一样都是大的吗、啊？我的包几乎都是大的。因为、啊、对，不是，那是一个缺乏安全感。我现在还好，就是把我的安全感慢慢的放掉。对，它是一种，那我有看人家分析哦，你喜欢带大包的人啊，就是他其实心里面某一个层面是缺乏安全感。哎，他分析了，我觉得很讲得很准哎，因为你就是什么东西都会想要带啊，因为你会觉得出门就会觉得，哎，那个我也用得到，那个我也用得到。你知道我带到什么都还会带吗？我金刚在那买一张。我真的不夸张，我真的不夸张。你看哦，我自己带的东西，你看我多缺乏安全感。所以你跟我在一起，你跟我在一起是很有安全感的，因为你什么要什么都有。我是连指甲剪哦，在剪指甲的指甲剪我也会带哎。有人跟我一样吗？有人出门会带指甲剪吗？有没有？哆啦 A 梦对。A 惨，每个包都好好看哦，真的呢，也惨呐，也惨呐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拿到这个包，你们会想说，为什么又多买一个？就跟之前我背的那个，我背两个。哎，现在没有了哦，不要再加了。你们要的话，可能要私讯哦，上面是不能加的。也惨呐，包来，我会尽量帮你们追。对，我也会。对，谁会带指甲剪？清澈海水。会带对不对？不会哦，我是连指甲剪，金刚在那外摘的呢。所以你们跟我在一起有没有？你看妹妹那一天那个来，我说我有，你头痛吗？我也有药。来谁？是行动的。我是那个西药房。对。然后你胃痛吗？我也有。然后你拉肚子吗？我也有。我什么药我都有，什么药都有卖。对对对，都有。对。你后面那个大的吗？这个包。好，对对对哦，拿来。上面有喵带，好看。上面喵带。牙签、棉花，哎、欸，牙签我会。牙签。棉花棒，哎、欸，我也会。我都会。然后 OK 棒，小剪刀 ，OK 棒，你只要想得到的东西，我全部都带。我跟我一样会带针跟线，我们也有。我们去无印良品买那个最小的针线，我们也有带。可是针线盒我最近拿起来了。要不然针线盒啊，我们看看啊。哎，因为想说我的化妆包真的太急了，有没有？要不然针线盒先拿出来好了。那个也很小，还好啊。可是你觉得你看我的东西有没有？真的太多了，购物袋、口罩。对啊，我连针线、小剪刀，对啊，都有啊。然后针线盒里面有小剪刀、啊。你们出门会带尺吗？我会，我也会带尺哎、欸。我出门会带尺的、欸、对啊，什么都带。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看手机的时候，哎、欸，你想要量一下东西，这个我买来的尺寸多大，我也会带尺在身上哎、欸。反正所有东西都会带在身上哎、欸，然后湿纸巾，这很重要。现在还有酒精、棉片都要带了。对，消毒的。对啊，什么都要，什么都要，一定要。然后现在来到了 W， 哎、欸，这个现货够十个而已哦。好。现货各十个，然后它容量啊也是很大。来来，好，你别，我好妹妹，我脑子痛。
可以说很好来，容量超级大，然后它是那一种有点很像那一种防风尼龙的，对，尼龙的那种材质。然后这边呢、啊、也有他们的一个 logo。配你的衣服哦，太绿了吧？不会绿啊、哦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它有三色哦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是它其实颜色还蛮多的，可是我们就是挑里面最好看的颜色，因为我想说就是不要所有颜色都卖，因为这样子会让你们会有选色障碍，有没有？然后就是三个颜色，绿。然后灰，而且特价680，天，这个我跟你说，外面680，1080，最便宜到980，我们680。对，汉娜，这样比较有安全感，对不对？哦、然后我屡试不爽哦，我只要那一天把我的东西，譬如说我什么东西不想带，因为包包觉得太多东西了。你知道那天出去就特别想要用那个东西，真的，紧张哎呢，所以我还是觉得还是带在身上好，比较有安全。三个颜色都很好看，来咖啡，它很轻，咖啡，咖啡是什么号码？W 啊，你真的很没有默契。W 好，咖啡是 W， 灰色，都用 W， 灰色，灰色 B，V， 黄色没关系啊。黄色是 W， 然后灰色是 D， 所以黄色。OK， 好，没关系啊，因为好，这没有黄色啊。好，来 U 色，绿色 U 是绿色啊 ，U 是绿色，对。好 ，W 没有 ，W 没有的。然后灰，哎、欸，这个灰很好看的、欸，扣口令。它好日本灰哦。对，它的灰是灰的很有质感哎、欸。然后啊，它容量哦，里面看一下暗沉，它的容量，然后一样有一个斜背带。然后你看它的容量，它里面的内里也做得很有质感。然后这里啊还有一个拉链，这边还有一个小袋，对。然后你跟刚刚这个一样，你可以手提又可以斜背。然后这里啊，它这里还有一个皮的接皮的，然后这里也有一个接皮的，对，它的这个很像哦钉扣。对，对，然后这样子可以钉起来。那如果你今天没有拉拉链的话，你懒得拉拉链也没关系，你就是把它这样子扣起来就好了。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暗袋，那个就是该有的都有。不可以改颜色，因为我们现货你加了就是加了，不可以改颜色或是取消哦，好不好？你们乖乖乖，不可以取消，也不因为像后面电脑会乱掉。对，所以小 B 没有办法改颜色哦。嗯、这个可以。拆嘛，还不要拆好了，新的好了，不要拆。斜背带，一分 W 有加到吗？没有，斜背带。一分，等一下，我们看一下啊、哦。而且很便宜，680是什么东西、啊？没有，一分没有加到，还是你要加灰色的一分。680是什么价钱？我跟你说，要带编号，要带编号，灰就是 V， 要灰色你要包打 V 加一，不用带颜色，然后 U 就是绿色。好吗 ？U 绿色哦，不用带颜色哦。嗯，然后啊，像平常我们不用带颜色，因为如果你有打颜色出来是没有办法入单的，一定要照着我们的规格。要阿宇手上那个灰要帮我打 V 加一，要绿色的帮我打 U 加一哦，不能打颜色出来。来一个，琼慧吗？有，琼慧女有吗？有。琼慧有哦，琼慧你有加到哦，琼慧。静纯有。然后什么慧娟没有？慧娟没有哦，慧娟没有哦。哦，慧珍，慧珍没有加到哦。它容量很大哦，你看我放黄色的没有，容量超级大。黄色的没有了。然后啊，它在提的时候很轻，完全没有这个包包的重量。对，这个包包是很轻的，是没有重量的包包，真的很轻，它是无感的包包。对，然后所以你在提你自己的东西，美华没有加到，对不对？美华没有加到哦，因为你有带颜色。你在提你自己的东西的时候，才不会觉得你这个包包很重，不想要。俗话有加到哦。好，好，我跟你讲，灰色没有了，灰色没有了，那我换绿色。不客气哦，静嘴。没有，我都还没介绍完，然后的意思。啊，把裤子脱掉好了，我刚好裤子脱掉好了。啊，你刚才紧了。然后绿色。然后绿色，深绿色 U， 要绿色的打 U 加一。乖乖的，然后还乖乖 U 绿。
经典中的经典，好不好？没有慧珍没有加到哦，慧珍呢、欸？便宜到，我以为今晚个鬼歪，遇到鬼了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他这个怎么没有那个长的袋子啊？啊，你看啊，对哦，来一样哦，他有附一个长背带，绿色长好看，然后啊，三色都很好。然后啊，像我习惯在背的时候，你这一条就不用拆，你就是把它用在这边。那你今天就是可以这样子用，然后你如果像不想要手提这样子的话，你就是可以这样肩背，有没有就可以这样肩背，而且很轻，重点它很轻。真的，这种重点很轻，然后颜色我们帮你挑的都是最好看的颜色，好不好？都是最好看的颜色。然后这个绿啊，这个绿很美啊，这个绿很美，这个绿真的要买，好不好？这个绿真的要买，而且我觉得你看680，其实你买三个颜色都不会觉得痛，因为680还有红利回馈。新叶，等一下我看一下哦。还免运，还有什么？还有那个，如果你有分享的话，我们有还有收300块，对，然后这个你看，就等于是送你们的680，真的很划算哦，好不好？绿色还有没有？绿色还有没有？等一下，我们先看新叶的那个加单有，还有，绿色还有几个？七个，绿色还有七个，快点！新叶，你要卖包包吗？新叶，你别给卖包包，你的网速真的很快，新叶。好，新叶我们一个一个对啊。新叶有没有买到这一个？有，新叶应该有。你上班的时候这个包包非常的适合，你上班的时候这个包包会非常的适合，因为它可以放得下 A4 的那个纸，就是你可以放客人的资料啊什么的。这个包包很适合，而且如果你用脏了，完全不会心痛。我觉得因为一个才780，我觉得我们在想就卖包包，这个那衣服不用卖，因为哎、欸，会不会包包卖卖了，后面衣服不给我买啊？欸、卖包包卖到200多人，老板娘那个你在给我换挂包包、欸？绿色啊，绿色买一买啊，绿色剩四个，绿色剩四个。绿色你，我跟你说这个很值得包色，因为一个才680，两个才多少？1300多。对啊，而且你包三个也才多少？你不要考我了，靠卡定哎、欸，136，然后三个也才多少？乘以3，2040，还红利回馈呢，那、啊、还免运呢。叶珍珠，条纹的要私讯的哦，因为条纹就是要私讯我们，条纹会追，我们帮你追看看，然后就是你们尽量就是私讯、哦，好不好？私讯。来，新叶，你私讯，你只有那个零钱包 F 没有加到，其他都有加到。我新叶，但你有听到吗？新叶，新叶，你全部都有加到，欸、只有零钱包没有加。所以新叶去靠我背点，新叶赞。一到零钱包有一个没有加到而已。这个很适合你上班背。桂帆，我们黄色的卖完了，没有黄 黄色没有了，剩绿色。剩绿色哦，要的话就是打绿色哦。绿色也好看，而且这个绿很耐脏哦。很耐脏，非常好看。一起耐脏。剩三个哦，剩三个哦，680，绿色耐脏，是1080嘞。请问我 B 有加没有？慧珍没有，慧珍，阿伯你加进来 U， 慧珍你来加 U。绿色是好看嘞 ，U 进来哦，进来哦 ，U 剩三个哦 ，U， 我 A 款有加到吗？玉芬有，玉芬有哦，绿色，阿内绿色，有没有？有哦，有加到、哦。绿色，然后你可以斜背，真的看着，然后又回来又要跟斜背，两个，还剩两个，剩两个，进来，这个好好看，真的很好看啊，我就，它其实不行，不要不要，好，我知道，我觉得大的好，好大的好比较方便啊，对啊，你出门如果买个水，欸、买个饮料，你就是可以落个链面刮，对不 对？而且我跟你说，它大的跟小的其实差不多，而且价钱差不多，看我马贝贝躲开，有加到，对不对？掏针没有，没有掏针没有加到哦，啊没了，哦哦耶 ，yes baby， yes baby， 谢谢你们喜欢包包，哎202位都是在卖包包，都在买包包，那等一下如果我们介绍衣服会不会剩100多啊？老林当然的呀，你我这条鞋没穿，你搞个包包，全家，还有包包吗？包包没有了，卖完了，嗯，没有了，卖过了吧？卖过了啊，我们这样卖几款啊？几款我也不知道。我们卖像你很多款呢、欸。分颜色的话是有20组，分颜色有20组。好，奎燕来了，我看到奎燕进来了。有奎燕，哇，玩包包料，厉害厉害。奎燕，先问，先
亲戚的话就先分就备注。玉芳很好笑，玉芳说今天钱都买包了，没钱买衣服了。啊，那我们要下播了。布鲁蛙有加到我，有没有加到我？恭喜有加到的果粉，耶、yeah, ！买到赚到。就是今天可以追加的，就是 S 跟 T。然后还有阿允的那一个条纹的这个，然后要条纹的那一个、就是，这个帮你们追，就是私讯我们。哎，这个很多人喜欢，有没有很多人喜欢？我满载。看一下后看有没有很多人加就追。这个真的、啊、如果没有的话就还好。可以跟你那个一起。11个，可以跟你那个一起追啊。就是在六火就对了，然后看私讯，哎、欸，就是私讯啊，那个就是私讯嘛，开心哦，这个很好看、哦，开心，开心嘛，开，熊会很开心呐、啊，有买到很开心，对，非常开心，哦、我买到那个包也很开心啊，哈哈哈，对吗？写错了，好，没事，啊，分不清楚，还是像对不对？来，再来是衣服来了，没事，我处理哦。你好，我今麦两摆哦，你今麦我两个小三，我是我今麦给你照镜头。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爱转头啊，来拍什么困去？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要转图了，有没有？不要困你，好。来掏钱，怎么继续还蛮多的？好，换我。哎，我们的社团有po银饰哦，我们的社团有po银饰。那你们下播之后啊，你们下播之后可以去社团有没有加一下银饰哦？这次的银饰啊也非常的好看、哦，对，这次的银饰有十款，对，有十款。那所以你们下播之后可以去社团看银饰、欸。下播之后可以去社团看银饰，因为为什么银饰也是也有参加免运哦？好可怕哦，是不是？对，哎、欸、对哦。那你价钱，哎、欸，好啦，没关系啊。银饰有吗？可是你银饰你这三天加一样有免运啊。就是666号有先接单。对啊、哦，你反正不管你买什么东西，只要是这三天买的，就是免运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没有签东西吧？没有。还说那个临时啊，就那个蜜饯没有而已啊。哦，对啦，蜜饯没有。蜜饯都免运问的都打、啊就是，一包才赚30块。就是那个对，然后啊，我跟你们讲，社团，你们下播之后一定要去社团哦，看一下银饰，我们上面有 po 一些银饰，好不好？这那个银饰那一间的质感真的超级好的。好，我们要介绍衣服了，不准给我出去哦，不准给我出去哦。我等一下，没有，我跟你说，等一下会唱名，然后点名，我们再来送。哎呀，忽然听到我，奎燕，对，缤纷，阿叻，狂飙唱。包包和衣服都免运哦，包包衣服都免运，我们就是这三天，包包就是昨天的韩国连线，这个才的包包，然后还有银饰包包，我们全部都免运，这个才680免运，对，可以一起记住，可以哦，可以你们就是帮我再备注一下就对了，对，备注，嗨，你们哦，好来，我的上衣。这个跟上次有一款我们卖的超级好的格纹有没有？那一次的格是小格，然后这次的格呢是这个，哎，这样子比较不一样的格。这一件的跟上次的那个格纹啊的版型一样哦，版型都一模一样，然后一样可以穿到 XL 哈。然后它的领口呢一样有做配色，然后领口上面呢还有车这个虚线的装饰线。然后我现在穿的是蓝色。然后还有一个红色，两个颜色都非常的好看。尺寸表是这个吗？对，好，然后编号是20，打折下来是1320。然后胸宽59，袖长没有袖长，它是连袖哦。然后一样哦。它是算有做小包袖，有小包袖，它不是削肩的。然后袖宽17，袖衣长59，打折下来是1320，两个颜色。然后它的材质呢是棉麻的，非常的凉，棉麻非常的凉。然
然后不用担心透明，只要穿一件就好了，因为它是格纹，它不是整件是素面的棉嘛。如果是整件是素面的棉嘛的话，如果你在太阳底下是稍微会有点透光，可是这种格纹啊还好，好不好？格纹还好。后面这里啊还有做一个扣子，然后我觉得它的领口啊做得很好看，就是穿起来其实还蛮年轻的，感觉很减龄。然后格纹也很特别，有点很像那种什么学院风的感觉，这个颜色有点很像学院风的感觉。那如果你今天想要气色好一点的话，你就是可以加红色，红色拍照起来效果很好哦。这一件有去外拍，就它拍起来的效果照片真的很漂亮，好不好？对，喜欢的赶快，因为免运真的免运。哎，安娜，买东西最想要听到的是什么？免运。因为我两个人是这样，我们都会常常问说，哎，他几月几号免运啊？我们就会等到那一天再买，就是有一点妈妈的心态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对，我觉得有没有省小钱花大钱啊？你没有省小钱，哪来的大钱可以花呢？对不对？对。昨天、今天就没了，明天。
这一档而已、哦。到几点？嗯？到几点？到六月六号十一点。晚上十一点五十九分。很精准哦，十一点五十九马上关哦。好，好。再来是我的裤子，非常好穿的裤子。非常好穿的裤子，然后颜色呢，一件就免运。对，平平一件就免运了，一件就免运了。那如果你真的是买到一个包380、580一个包就免运，一样都免运。只是希望你们就是可以多买几样，好不好？不要让我们亏那么多。好，再来是我的裤子，四个颜色哦，有蓝、灰，然后这是什么色？紫，然后白，四个颜色，版型穿起来超好看。版型穿起来超级好看，一样哦，一整圈都是松紧带。这里呢有一个小口袋，这里有口袋，后面也有口袋，好不好？后面也有口袋，穿起来大概是八九分。四个颜色，然后我看一下尺寸呢，来编号21号，打折下来是1190，腰围是31到53公分，臀围53，大腿29，小腿20，裤长83，可以穿到大 L， 叉 L 其实也可以，只是说穿起来就是合身，因为它的布料呢是有弹性的布料。XL 穿起来就是合身，好不好？然后材质是衬衫棉布料哦，衬衫棉布料，材质超级好，超级好。哎，还有想要看什么颜色吗？有想要看什么颜色吗？可以换哦。素月，端午节快乐哦！你们今天有没有吃霸掌？我们是昨天吃。你们今天有没有吃霸掌？今天那个卖那个霸掌的都排队，因为今天是不是要拜拜啊？安心，今天对啊，给他拜拜对不？所以大家都爱去买霸掌拜拜。你们今天有没有吃肉粽？小林绿色包有买到吗？好，小帮手帮你查哦。桂芬有喝。哎，现在肉粽很贵，现在肉粽一颗哦40块，有加肉粽嘛是吗？几粒细针嘛？差不多哦，一颗40。然后昨天啊，有。那个谁，小林有，你有加到哦，你有加到，因为今年啊，每年都是我阿嬷在绑粽子，然后今年就没有绑，然后我阿嬷今年就去外面买，我昨天有带来给他们吃，超级小颗，大概3口就没有了，很小颗，一颗40块，然后里面也没什么料，然后都是那种很肥那种肉。所以现在这个物价真的上涨得很高，自己包的真的最好吃，真的。今天都拜拜了，对不对？有想要看什么颜色？白色会透吗？稍微一点点。可是你们有你如果怕透的话，上次你们有没有跟着我们买？我们上次吗？我们不是有卖一组内裤？我们有卖一件肤色的，你只要。穿肤色的内裤就好了，因为白色的裤子你不要再去穿深色的内裤，就比较不会透明。你只要是穿浅色的内裤就好了，不用害怕哦，不用害怕白色的裤子，好不好？穿蓝跟紫。啊？穿蓝色跟紫。好，我换蓝色。然后葵叶上衣我帮你改颜色。好，葵叶帮你改颜色喽。这件裤子可以包色，因为我觉得它好穿，它真的很好穿。然后它的蓝呢、啊，就是牛仔蓝，是薄款的，真的很薄哦，真的很薄的。算它其实算衬衫棉布料啊，可是你这样看它的颜色是很像牛仔，对不对？其实它的布料是衬衫棉，然后后面穿起来屁股也超小的，因为它的口袋呢不会很大，它的口袋是做这样子小小的口袋。所以你穿起来你会觉得屁股很小，对对不对？就留这个。然后桂芳没有加到，桂
跟 W 都没有。桂芳，你 A 跟 W 都没有加到，还是你要加这个？这个可以追，你加这两个可以追，好不好？这两个可以追，这两个真的很好看，这两个是我们 自留款哎、欸，这个两个是我们自己买的，我们今天就要带回去了。腰围多大吗？好，我尺寸再报一次哦。留言跑很快，我都没看到前面了，你帮我看一下哈。好，来编号21号，腰31到53，然后臀53，大腿29，小腿20，裤长83哦，可以穿到大 L， 大 L 可以的话，穿起来就是合身。我那一杯装水，那装收音机有吗？桂芳两个追。那你讲，你讲一个 A， 啊一个啥 ？S S 哦，啊这写这堆也无打对哦。无打咯。没，这个是 S 吗？对，好。这 A， 这两个包我们会追，我们就是尽量一定会追，因为质感真的太好了。你们没有买到，我觉得很可惜，因为真的很便宜。小的多少？七百八，买两个都780。对啊，大小都700，都780吗？对，两个都780哎，这真的要包起来，我觉得全部的包都好值得哦，因为都好便宜哦。我追，桂芳说我追哦，两个都追，腰围哦，腰围我刚才有报了，就是可以穿到大 L 哦，它的腰是整个。弹性真的很好，其实 XL 也可以，这是合身，因为这种裤子其实要穿有一点点微松会比较好看。那 XL 你要穿也是可以，就是合身，看你可不可以接受。整条都是有弹性的，非常的好穿。蓝色，那我再换紫色，对不对？灰色，灰色，好，那我先拍照。有写现货的，你就是有加到现货，然后后面挂号你的后台是写预购，那你就是要等哦，好不好？就是要等，然后我们就是尽量会快一点，会快一点帮你们追到手，好了。来，姐姐就没有赢哎，哇，还是有够哎，无啊，我用拍啊，你较紧啊，靠，阿姨讲等你帮我看，你可能嘛你无赢。Thank you.
呢？灰色你就是可以配黑色的上衣，黑白格子都可以配，有没有？灰色，灰色，这样子哦。这件裤子真的可以加，这件裤子真的超级好穿。如果你就是怕晒太阳的，你就是要穿这种材质的裤子，因为它很凉、很轻又很薄，然后又会挺，穿起来很瘦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拍照。我好像开始。弹性很好，有没有？它弹性超好的。然后后面呢、啊，这边有做这个，它后面这边有做抓皱啊，这 O A 呢，它这边我也做 O A 呢，然后后面这边有做那种抓皱，这一件也很有型哦。然后想有没有想要看别的颜色呢？我觉得它黑色也好看，然后白色，然后你看它前面。他这边就有做抓皱，这边有车的这个线是他们家的，这一家的质感很好。后面呢，这边有车一个这种弧度正方形，然后后面有做这种抓皱，所以它穿起来是真的很有型。这件上衣是真的很有型，而且很凉哦，完全穿起来没有重量的衣服，没有重量的衣服你们真的要加，而且有型的上衣真的很少，有型的上衣真的很少哦，好不好？超好看的，这件真的很快，编号22哦，颜色有黑白杏。
好不好？黑白心，然后可以穿到 XL 号，可以穿到 XL 号哦。有没有喜欢？白会透吗？不会哦，琼辉，我等一下穿白色给你看，那白色不会透，白色不会透，好不好？白色不会透。不是，我现在换了。那好，我现在换一下。琼辉，我换给你看了。你看它白色不会透，我里面穿黑色的内搭，你这样看得到里面吗？它白色也很好看，白色也很好看。我跟你说不会透，只是说里面就是这里啊，你就是一定要再穿一件。你去买那个 Uniqlo 的凉感那种内搭，完全不会闷，然后穿起来是凉感的，因为它真的很舒服，真的很舒服，白色也很好看。谁呀？嗯。白色也很好看哦，就是衣服也都很好看。对，很贵、欸。可是你们真的可以买，因为免运。免运啊，我跟你说，免运喜欢就买起来，因为不用运费。就跟我跟阿宇一样，我们买虾皮的东西都会这样。哎、欸，什么时候免运啊？对，我们就是那时候免运再买。然后我们先会把它放在购物车里面，然后等免运那一天再接单。对，这接单就好了。所以啊，你看哦，我们都知道你们的心消费心理的那个感觉，就是真的免运，就是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买一件就免运了，所以你就不用到3000块。然后刚刚那个包包一个才几百块也免运，对啊，真的很划算，都没有上千块，都是在700多嘛，哈、哦，对，就因为我们算一两款就1000出而已，对不对？比较有型的那两款是就1000出，我们真的算得很便宜，因为那个1000出是因为它是真皮的，所以它的价格会比较高，对，真的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，琼辉，你看白色不会透明吧？有没有看到白色是不会透明的？这样子超推这一件，你们真的要买，因为真的夏天棉 T 很多。可是像这种有型的上衣真的很少，你们喜欢真的要把握这一次免运的活动，我们免运到6月6号的晚上11:59哦，好不好？23:59啊，晚上是23:59，对不对？23:59，对，23:59，这样子了解吗？59秒，好，59秒，哇，你更精准，我喜欢了 ，yes。好，有没有59秒就直接关起来了？有没有？就没有免运了，就没有免运了。所以你们一定要把握这3天的免运哦，好不好？对你59分跟那个有没有还有60秒嘞，对不 对？所以你要紧的呀。这一件就3色都很推，3色都很好看，只要1170就免运费了哦，还有红利回馈，懂不懂？懂，还有红利回馈，聪明的人就是在免运的时候买起来，好吗？懂，对。聪明的人就是要免运买起来，懂？那我先拍照哦。好，懂，懂买懂加，懂买懂加，嗯，懂 SU， 懂，懂不懂？懂抢，咚抢，嘿，咚抢，嘿。来，我手好抖，你不要抖。我不要那么整，你要做多少钱？他一直光向着那个镜子，他在照镜子，就嫌你掉倒。好，好看呢。重衣服是不是3色都要买？因为我喜欢，因为我跟你说短版。短版有型的上衣真的很少，因为从以前直播到现在，我们都会讲这一句话。因为短版有型的上衣真的很难得，因为我们不常穿合身的裤子，我们是不是都造型裤比较多？都是有点休闲裤的感觉比较多。然后就是一定要这种衣服来配，啊，不然你若搁配一种长版的衫，不好看，爱就奇怪。所以对，所以短版好看的短版，然后稍微宽宽的衣服，真的要珍惜，就是好看就叫珍惜。对，耶。不要再念，那东西去包包海里了。不要这样，好可恶。好哦，那我介绍我的裤子喽。你们真的要把握呢，狗果粉，你们真的要把握这一次的机会，好不好？真的要把握呢。Yeah. 很多新款给你们挑，不要说挑不到、哦， yes. 好不好？来，编号来到了23号，4个颜色，有牛仔，是牛仔吧？牛仔。紫色、绿色，条纹的是要打白。
白色吗？对，白色哦，要条纹的要打白哦，条纹的是白，然后只有条纹的布料是衬衫棉料，然后其他的这个啊，紫色跟绿色是棉麻的材质，然后牛仔就是牛仔的材质，它有三种不一样的材质，好吗？牛仔的喜欢我的牛仔就要打牛仔，然后它是牛仔布料，然后紫色跟绿色是棉麻的材质，不会刺刺那种舒服的。Yeah. 然后喜欢条纹的要打白色，它是衬衫棉料哦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练一下尺寸哦。好，我们来编号24号。来编号，是24吧？对不起，23哦。好，编号23，颜色有绿、紫、牛仔跟白色，四个颜色，腰围31到50公分，臀围53，大腿26，长度48公分，裤档30，没有弹性，没有弹性可以穿到大 L 的尺寸哦 ，L 大 L 都可以穿 ，XL 的话就会比较合一点点，好，不建议有就是直接 L 号或是大 L。尺寸你们就斟酌一下，看你们 O 不 OK， 价钱只要1130，耶、yeah. ，很便宜，1130哦。牛仔是黑色，不是牛仔是牛仔色，我也是，牛仔是比较深色的那种牛仔。阿内，你敢看无？阿内，阿内，牛仔，然后你看哦，它这边是有做那种装饰的扣洞，有没有？它两边都是有做装饰的扣洞，很好看。鬼子，你可以买这一件。夏天我跟你说，就是短裤当道了，好吗？夏天就是短裤当道。然后啊，它这边是有做抽绳，然后这边有接皮标，有没有？然后这里一样就是做装饰的，装饰的哦，是有型的松紧带，可以穿到 L 或是大 L， S 到大 L 都可以穿，是颜色很好看，看你们喜欢什么颜色，好不好？看你们喜欢什么颜色，这个很推啊，只要1170欸。我跟你说，短裤就是要买起来，夏天就是很需要短裤。像之前我买那个牛仔裤，这边欠没掉，很热啊，很热。最近台南的天气真的是热到嘞，热到觉得好像要中暑哦。嗯，来公司的时候的头都晕晕的。对，好像要中暑。20号的价钱多少？20，1320。1320哦，慧文，20号的价钱是1320哦。播到几号？播到不一定，快星期，不是大概，大概，嗯，就，喜欢喜欢，就可以可以，还是到这里啊？先到35。牛仔，而且它是薄的，穿起来很舒服。然后来，我可以换个绑的好领款哈。你要折不折都可以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习惯我都会折一下，然后你不折，它就大概在膝上，好不好？膝上，然后折起来是这样。Grace， 我觉得我们都折一下会比较好看，看起来脚比较长。对 ，Grace， 如果你要买这件的话，我觉得可以折，脚比较长。然后如果你是比较高的那种，就不用折。对，对，就是可以放下来是这样。很好穿，真的很好穿，真的很凉快哦，好不好？只要1170免运，耶、yeah, ！买一件就免运了，耶、yeah, ！免运，免运万岁，耶、yeah, ！万岁！啊，再来啊！美玉万岁，不行，美玉啊，美玉上啊，留点力气，明天还有一场。哦，这喉咙啊，我等下回去要那个喉糖，然后用罐的有没有？我再留着，可以这样加吗？是这样加对了哈。对，它是牛仔。好，对对对，好。我一定会折，好，真的要折，跟我一样，我们都要折，好不好？就折起来啊，好不好？又不会怎么样。不会怎么样。对啊，看起来脚会比较长啊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有。我有脚往开出来啊。好，那我要拍照，你们喜欢的就自己加哦，好吗？三百。三百。好。好。立马泼。那你先拍。哦。很想要脱有没有？先拍。等一下。
啊，质感质感收到你就知道超好，它是硬挺的，它是硬挺的，硬挺的，不会倒来倒去，硬挺的，硬挺的包包，这个放东西才不会得来得去，很好看，大的小的通通都要，因为有时候东西多也就背大的，有时候想要出个小门就背小的，对，好不好？然后这个是 S加一，这个是 A 加一 ，A 加一 ，S 加一，这个是我们的自留款，今天我们播完就要带回家了，对呀、啊，播完就要带回家了，大小通吃，是啊，好不好？大小通通要吃啊，因为真的很便宜啦，哦，真的很便宜，它 CP 值。我跟你说，一看到觉得，哎、欸，这个应该要1000多块哦。结果，这个我们有看到人家卖1000多，1600多，对不对？1660还是1680，我忘记了。1650，对啊，好像1650。可是有看到人家在卖，然后就觉得，哎、欸，奇怪，怎么跟他买一样呢？啊，可是我的价钱怎么落差那么大？嗯，所以就是没关系，你们如果要买到贵的也没关系啦，啊，就是有便宜的也买起来好吗？质感真的很好，而且两个都780。你搞没有？我是讲两个都是780。哎、欸，对呀、啊，这两个价钱一样。对啊。好了，可以啦。可以啦。两个也才1400多。对啊，便宜啦！我跟你说，我们真的很便宜，好吗？来哦，黑白色，谁要看白色呢？白色条纹。巧怡。巧怡。呜呼。巧怡。哎。嗯，卷起来真的比较好。对哦。刚才好像没有卷，好像被裤子穿走。对。请问这次来去逛逛价单也是免运吗？对啊，对啊，这三天、啊、就这一档，这三天几号啊？就今天几号？6月3号，昨天6月2号、6月3号、6月4号这三天，这三天你买的任何东西，就是这三天你买的任何东西。你刚才6月6号以前买，有接单的都算。哦，是6月6号以前啊？对啊，有接单哦，对，是6月6号以前。你所有买的东西都是免运，对。然后星夜说，你刚才说我除了 F 小包没有加到，其他都有。对，星夜，星夜，你全部都有加到，跟那个小包、小零钱包没有加到，可是小零钱包还有别的没有卖掉，星夜你也可以加。对啊，买那个，还有一个什么还没有卖掉是哪一个？你看我那边，你可以拿出来再给他们看一下。哪一个？等一下就是没有卖掉的，就是星夜你可以加那个还有的。小零钱包还有，好像还有一个还两个。因为如果你等一下阿宇会拿给你看，然后如果你喜欢，你可以直接在线上加一，好不好？那个真的很好看，那个小手拿包。Oh my god！ 就是橘吗？裤脚是自己折的吗？对呀、啊，可以放下来哦，来这样子。这样子，我放一边给你看，一边是这样。放下来是这样，然后折起来是这样哦，都可以，就是看你的。因为我觉得我比较矮一点点，所以我觉得我要折一下裤管，感觉我的脚会比较长。然后如果你是比较高的话呢，就不用折。这个还有，这一组还有，星夜对，想不想加这一组？还是星夜也有加这一组了？星夜好像没有哦。这个星夜，你就是买一个这个包，然后可以放在你的大包里面。对，因为这个真的很方便，里面还可以放卡，放谢谢 A 有吧 ？A 零钱什么都可以。A 有哦。星夜 A 有哦 ，A 有哦。哦，你看好配我们的桌子哦，好好看哦，又奶茶色，这个哦，融为一体呀，跟我们桌子融为一体。来哦，这样子哦，有看到哦，好，好，然后把裤脚折上去喽，好，然后拍照喽，好。前面那配太多，对。擦枪走火。桂芳说我没加，好，桂芳你可以加啊，桂芳可以加包包哦，小包包、小皮夹、手拿包、手拿包，而且很便宜。手拿包的那个号码是 N P Q R， 四个颜色都还有。对，四个颜色都还有。然后那个现货啊，我们都就是下播之后，我们都是有现货的，我们还会再 po 上去。然后就是看回放的。或者是你后面再看的，就是你可以去照片底下加，对，好嘞，好，好不好？嗯，颜色，啊，颜色，真的很美。蓝，我自己跟阿宇
带回去的、哦。蓝，然后这是什么？橘，还是咖？橘，橘，然后粉，粉，然后杏，好嘞，好吧，好 ，OK。好，再来编号24号 ，Tempo 快一点哦。编号24号，颜色有白蓝，白蓝。这个啊，我们刚刚也有去外拍，这一组拍起来的效果也很好，因为它整件是非常的轻薄，很轻又很薄。然后它的材质呢，是有一点点很像防风布料的那一种材质。有没有？有没有听到洗洗刷刷？它是防风布料那种材质，然后很薄，薄款，非常的轻。然后后面呢是有造型的，后面有打折，有造型，后面有打折，有造型，下摆呢有抽绳，前面整个是前开式的，前开式的，然后它的扣子呢是隐形的扣子，有没有看到这边是看不到扣子的？因为它扣子啊，它上面呢还有做一个假的，就是盖起来，把扣子盖起来，扣子是隐藏在里面，所以你的扣子在这边是看不到的。上面这里呢都还有装饰线，它的质感真的很好哦，然后整件穿起来非常的轻。下摆呢后面有抽绳，非常的好看，这件很便宜哦，打折下来才1170，你怕那个不行。那好，等一下帮我重打一下哦，要带那个编号。等一下小帮手，那个星夜你帮我重打 R 加1，然后龟方你帮我打 Q 加1，这样子系统才会入单哦。 R 加1，然后龟方是要打 Q 加1，这样系统开始入单哦。这个剩两个啦，这个有几个？本来一共四个啊，这两款是四个啊，一共剩两个。好，来这件上衣尺寸，来编号，编号24号，编号24号，打折下来是1170，胸宽66，袖宽18，衣长64，然后它是没有肩线的，然后一样是小包袖，可以穿到 XL 号，可以穿到 XL 号，有没有？它的胸是66哦，可以穿到 XL 号。整件非常的轻，很薄，然后有领子，然后我现在穿的是蓝色，深蓝色，然后像这个啊，也很适合来配这一件的直条裤，有没有？也很适合来配这一件的直条裤，这一件，因为上衣是素面嘛，你下面就是可以配这种直条裤，也非常的好看，然后整件真的很凉，很轻哦。然后颜色就是基本款，就是黑色跟白色。然后你看它后面的闪状，对，超级好看，有没有？它整个线条，后面的打折线条，非常的有型，非常的有型，好不好 ？OK。然后这个是蓝色哦，深蓝，然后还有白色，喜欢的要赶快打24白加1，24蓝加1，很便宜哦，一件才1170哦。这个有型的上衣外面一件都要1580哦。一件都要1580，真的要，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很有造型的上衣，这是真的很有型，然后穿起来真的很轻，好不好？真的很轻。我丢机了，赶快你要拉直啊！要拉直。Oh my god！ 没有，你要拉直。我是怀孕吗？Gracias.
而且大起来，我卡在怀孕的时阵哦，睡到半夜，脚都会抽筋诶，怀孕的时候脚很会抽筋。那时候我跟你说，抽筋的时候不要紧张，你要赶快跳下那个床，赶快跳下你的床，然后两只脚赶快站直，它就不会抽筋了。真的哦，如果你脚很容易抽筋的人啊，你就是赶快站在地面上，赶快站直，你不要再坐着，因为你一直坐着啊，它的筋会一直抽筋，抽得很严重。那你只要是站在地上，有没有整个站直，它的筋就不会一直抽筋。啊，小配包，没过了哎，可以穿白吗？可以。二是蓝加一。二是白加一，可以哦，穿白哦。想看看刚的条纹裤，好。条纹，谁要看条纹？桂芳，条纹的来了，条纹的几号？你看条纹的几号？条纹的23。条纹的23号哦，23白哦，然后它就是底色是白色，然后蓝色的条纹，旁边这里呢有3个假扣，阿内，好，阿来，先帮我拍照，然后等一下换白色啊。而且我觉得两个颜色都很好看。那如果你今天是怕透明、怕脏的，你就是可以加蓝色。那我觉得如果你今天口袋够深的话，我觉得两个颜色一定都要买，因为它的上衣是真的很有型。这个只要单穿，你都不用下半身都不用担心说你要去配什么，只要简单的一件短裤跟合身的牛仔裤，这样子单穿穿它哦，单穿穿它就很好看了，有没有？它是整件是非常有造型的衣服。真的很好看，希望你们可以包色哦。23裤是什么材质吗？这个是棉，这个是棉料哦，棉料哦。然后它的牛仔啊，它的牛仔，哎，刚才说这是什么材质？棉麻。牛仔跟这两个颜色是棉麻材质。这样子 ，OK， 那白色是这样哦，下摆有抽绳，所以你下面呢就是可以给它拉皱皱的感觉，非常的好看哦，好不好 ？OK， 然后再来是我的裤子，编号25号的裤子，牛仔，我觉得它也是棉麻。材质是棉麻哦，然后你看它的裤脚呢，这里是车这样子短版哎，它是车这种宽版的，跟一般的那种收裤脚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，它是车宽版的。然后这里呀、啊、也有口袋，后面的口袋也非常的好看，是方形的口袋。这里呢还有一个小皮标，然后是三菱家的这一间，然后是没有分尺寸哦，然后旁边的口袋呢也是做隐形的口袋，有没有？它不是像那种人家有挖一个口袋的型，它是隐形的口袋，口袋也非常的好看，然后也不会太短，大概是四分短裤，不会太短，好不好？不会太短。来，编号是25号，打折下来呢是1460，腰围是32到45公分，臀围55，大腿31，裤长49，可以穿到 L 号。
可以穿到 L 号，可以穿到 L 号。那你们就是可以这样子配。那上衣如果是配格纹的也很好看，配素面的也可以，好不好？ OK， 那你就自己加哦，编号二十五号哦。耶哟，小嘴。去看那边看有什么就拿回来，然后就数量就是款式都没关系，啊，就是你搞确定不也啊呢？这款就没办法折护脚，这款折护脚，谁？折死，你硬要折是吗？哎，好，折折。可以讲的阿里很暖吗？每一件都要折，对，可以啊。如果你今天脚就是想要让它修长一点的话。可是我就是要稍微拉低腰一点，所以我觉得它折两折是有点急，对不对？不好，我干这个不要折啦。我觉得这个折起来还是要折一折就好了。来，应该折一折，按规则拉起来吧。啊，一折就好了，一折就可以了。嗯，折一折，哎，折一折就好了，这个 OK， 折一折可以，折一折，我也是真的折一折啦。不要折两 折，因为折两折它会卡在刚好它这个什么这个上裤裆这里，它会刚好卡在裤裆这里，所以折一折是最，我看一下，折一折比较完美，折一折一折好不好？一折。那如果你今天穿高腰一点的话，其实不用折也可以，嗯 ，OK， 非常的凉哦。噔噔噔，很好看呢。我跟你说，今天衣服都好好有型哦，好有型哦。来编号哦，编号来到了26，颜色呢？来，你看有没有很好看，很漂亮。它是，我看一下是哪一家的。来，是这一家的，这个，这样让你们看一下这一家的。然后呢，它的特色呢，就是它前面是棉码，棉码后面是棉，然后它是非常有造型的一件上衣。你看它的袖子，你看我的袖子，这边是，然后后面呢，它有松紧带。有做造型的哦，它是有做造型的。一件有先留给我们的吗？啊，有先留给。这个我有跟他说，这个有，哎，这个有多一个。先留。哎，有多这个有啊，这个可能就没有这个。哦，对，这是之类的。那个我们在自己。然后还有那个啦，那个自己。那个用来。无啊，不过就是，我是讲这一场就是，我们就卖现货，然后如果没有再跟他们讲安尼，然后下次我们如果有件再卖安尼，我感觉较袂乱啊。啊，不，两边有，两边无，两边这个有，那个无，慢慢就乱。我还是觉得，就是我们如果有进，然后我们再卖啊呢，好、哦，因为他有跟我说那个深灰色，刚好就长个人讲吼，这个都有很多呢。对啊，没有啊，他跟我讲，那个黄色无，黄色和绿色有，灰色没有，就剩6个。这个小小蛮敢讲啊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讲长黑吗？啊，你怎会乱的呀？嗯，等一下讨论。对啊，因为好像还蛮乱的。来，这个颜色很好看，它是有点橘红色。然后这件呢，它前面是棉码，这边有没有看到？它有那个袖那个虚线，有没有？它有袖那个虚线。这一件很有型哦，他们家的哎、欸，很难得看到这么有型的上衣，材质真的很好，颜色就是有，我是黄，我身上这个是黄，芥末黄。这个是橘红色，红色，然后呢，这个是黑色，黑色也很好看，就是比较低调，有没有？它这个袖线是灰色的，你们看到吗？袖线，然后它袖线的这一个地方都是棉码的材质，
都是棉麻的材质，弹性真的很好。然后它穿起来后面很有型，你看它袖子这边有没有？然后它有那个弧度。这一件在我们的现场啊，在门市的现场就卖得很好，因为这个都是客人的，这个都是客人的咯。哎呀，名字怎么都不见了？名字不见了。哎，有些人加了两人的名。好，要去对场吗？对。来，因为它这个是黄，有点芥末黄，有点黄绿色，黄绿色。然后捏一下尺寸哦，编号二六，编号二六呢？来，颜色有黑、黄、红，黑、黄、红。胸宽65，它没有肩宽，它算是连袖下来的，它算是连袖下来的。来，胸宽61，然后袖宽16，袖宽16哦，所以它其实是看不到里面的内衣。胸宽16，衣长59，下摆58公分，只要1170，只要1170，真的很划算，真的很划算。你买这一件前面是真的很有钱，你看我的胸袖。这件我们现场订的很好。对啊，它袖线是绣绿色的，有没有？你有看到它的袖线是绿色的？而且这三件都是客人的。对呀、啊，只是说不知道谁的，是客人的，然后白要那聊聊，白要那聊聊，胸宽嘛，胸宽它很宽哦，胸宽61，所以它是从 S 到 XL 都可以穿 ，S 到 XL 都可以穿，质感真的很好，你看它后面真的是有型的哦，好，它后面就是这样棉的，然后你看它这边后面有抓皱，真的很有型，真的很有型。等一下，我会画红色给你们看，橘红很好看，对。然后这件呢，就是可以穿到 XL 号哦，它可以穿到 XL 号，质感穿起来非常的凉，很舒服。然后重点是很有型，好不好？重点就是很有型的一件上衣。然后你今天呢，就是下面呢，你可以配短裤，配牛仔裤都很好看，好不好？找不到二三，我又用这样子。在哪里？在旁边吗？在哪？怎么夹在里面啊？二三呢？我掉水晶包，我又后置了，怎么样？好，我穿红哦，那我们先拍。跟你用眼的，跟你用，我跟你用片尾我光光如何？给凹出来嘞！来，那我先拍啊，我等一下穿红色给你们看哦。好。衣长我看一下，衣长59，就是正常的长度，没有很短，就正常的长59公分哦，59。红色嘞。这件真的很凉，我跟你们说，怕热的就是来买这个。重点是它非常有型，它这边有没有袖线？这边有袖线，好，有袖到这里。然后呢，你看它的袖子后面是松紧带，就是它是有做造型的，整件很好看，好不好？棉麻的材质，棉麻的材质完全不会刺，而且不会透明哦，不会透明，因为它也不是白色的，材质真的很好。从 S 到 XL 都可以穿 ，S 到 XL 都可以穿，只要1170，而且还有红利回馈，然后一件就免运了哦，一件就免运了，好不好？一件就免运了，好，超凉的，超好看，超有型，包色哦，对，有没有就松紧的？要的帮我打26红加一，26黄加一。后面有三个主角陪你，在哪里？那没事。那三个主角，你说这三个吗？没问题的。来，编号来到了27号，27号棉麻的宽裤裙。
非常的凉，有没有？我跟你说，就是不要穿太贴身的，穿这种就是宽宽的，然后非常有型的裤子，整个夏天就是凉爽舒适，好吗？棉码的完全不会吃，然后颜色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看，我觉得这两个颜色都很好看的，这两个颜色，然后黑色就是基本款，有没有？黑色就是基本款，黑色也可以买，然后这两个颜色我觉得你们要买一个颜色，就咖啡色也很好看，咖啡跟杏色，就是夏天很好配的颜色哦，夏天很好配的颜色，然后编号27，超凉，有没有？超凉，不会透明哦，不会透明，在阳光底下不会透明。来，编号27，颜色有黑杏咖，黑杏咖哦，腰围30到57公分，臀围76，大腿45，长度54，裤档36哦，可以从 S 到 XL 都可以穿，因为弹性非常的好，腰围的弹性，腰围的弹性有没有？有，很弹，呜。腰围弹性很好，到57公分哦。来，喜欢的包男27，淡颜色加一，只要1100块，是，只要1100哦，从 S 到 XL 都可以穿。然后重点是它上面这半的松紧带，它是宽的，所以它不会像有的是那种很细的，然后会松裂不动，松裂以后就会不舒服。是，这个完全不会哦，完全不会，弹性真的很好，弹性真的很舒服，超好穿。超好穿，我跟你说，买一件或是包一套就免运费了，冲一波好不好？好，啊，好，很好。小韩，这一件你可以加，这一件我觉得颜色啊，红色的好看，然后黄色，哎，是黄色吗？黄色我去看。哦。就是这个黄色也很好看，然后材质真的很好，就很轻很轻，然后就是有三个颜色，有黑色，黑色是绣这个灰色的线，然后呢黄色是绣绿色的线，然后红色呢就是绣咖啡色的线哦，好，材质真的很好，整件都非常有型哦，它的侧面也很好看，侧面也很好看，喜欢的赶快加哦。好，还有喜欢裤子的话，这个夏天真的很推，夏天真的很推哦，好不好？夏天你们就是夏天很长，你们就是要把裤子买起来，好不好？买起来就是真的很凉，真的很凉，而且我跟你说，它的料真的消耗哎，有没有它的料？你看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很弹？很夸张哦，就是很舒服。因为它前面这个啊是短半哎，它的松紧带是短半哎，里面就是这样弹性啊，它的布料是那种会凉感的那种棉麻料，非常舒服，很棉哦。可是它是麻料，麻料的很舒服，完全不会刺哦，非常好穿。夏天就是要来这种裤子，好不好？然后这个裤子只要1100而已哎。好哦，我等一下穿咖啡给你看哦。这个真的很推，这个真的很推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那我先拍。
浅绿色或是深绿色都可以配。对，所以喜欢的可以加这种裤子，我觉得配件配上一套好凉好凉，真的很舒服，夏天好舒服，是凉哦，凉啊，凉啊。那我拍照啊，有的名字是韩文的、欸、对啊，有啊。好适合拿后面的包哦，后面的包是吗？很适合。哎，哦，好，你这样站前面，站后面一点。好，好的。阿手再提一个，不用打颜色，对，不用打。他说那个 W， 可是 W 没有了。W， 黄色的包。W。W 没有了，是。好哦，换下位。好，来，速度，速度，速度。对。哎、欸，速度，较紧。速度紧哦，好紧，会闻到的呀。你裤子我记得是穿，几个尺寸？好不对。我，这件够不够菜咯？还有其他颜色吗？就三个颜色，不够多吗？三个颜色很多了呢，三个颜色很多了，真的，这三个颜色都是我们精选中的精选，精英中的精英，因为我们不会把所有的颜色都进回来，因为太多了，这样你们也会有选色障碍，所以我们都是会尽可能挑，就是你们最好搭的颜色，好、哦，就比较大地色。或者是配我们的衣服的颜色都绝对都很好配的，所以都不用担心，好不好？来，编号28号，颜色有蓝、黑、绿，蓝、黑、绿。然后它的特色呢，就是它有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一个笑脸，笑脸上面呢，它是用的很像那种毛线下去车的。下面这里呢，也有英文字，一个大大的笑脸英文字。然后材质呢是棉麻哦，棉麻材质，棉麻的。三个颜色打折下来呢是八百六，好哦，不客气哦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哦，不客气不客气，好吧，来编号28号，来860，它没有肩线，胸宽77，袖宽17，衣长前面64，后面69，可以穿到 XL 号，可以穿到 XL 号。材质是棉麻材质，然后它的特色呢，有没有？它这边是做这样子，车线是圆弧形的感觉，圆弧形，然后延伸到后面是长的，有遮屁股，所以这件其实也蛮有造型的，就是它穿起来其实它的版型也蛮好看的。然后就是三个颜色，绿、蓝、黑，绿、蓝、黑，然后它的领口、袖口、下摆都有滚边，有没有？领口、袖口、下摆都有滚边。然后它的蓝色呢是配灰色的，好，灰，灰，哪里有灰？没有灰色哦。它的，它写绿灰黑，绿灰黑，28号绿灰黑，哪里有灰？是蓝吧？是蓝蓝灰绿绿蓝黑呢？哎，阿姨这明明就写蓝跟红改灰，那是不是这个选灰？啊？蓝哪一种颜色？蓝。蓝，这灰是安那 Q 用 Q 笔的怎么样呢？是蓝，是蓝，是蓝色，蓝色是蓝色哦，蓝黑绿，我那回回格格啊。请问新朋友怎么购买？就你可以在线上加一，然后再去你的购物车看，或是你不会的话，你可以私讯小帮手。是，我看到佑真来了，佑真。好，我这种写错了，我们写错了，小孩写错了，写错了。好，等一下换哦，等一下换。然后就是它的蓝色呢，上面就是配灰色的笑脸，然后黑色是配荧光黄的笑脸，这个也是，有没有？它的颜色就是对比色很强烈，非常的亮。然后是棉麻材质，所以穿起来也非常的凉。那我先拍照哦。小包，橘色吗？小包，来，好，小包，小包，小包，
亮色系的感觉。那如果你今天想要走低调路线的话，你就是可以加这个蓝色，蓝色然后配灰色的笑脸图案，后面有遮屁股哦，后面有遮屁股。如果是今天对屁股比较没有信心的人，有没有有遮屁股就感觉会比较有安全感？有没有？这个其实里面都不用再穿，因为它的袖口其实不会很大，刚刚好。后面，好，那喜欢的自己加哦，二八，然后带颜色加起来。好。你可以去唱昆或唱过电视站。啊，那我听大我就玩诶，就唱唱昆啊，唱过电视。有经过全国电子啊？那个就有在卖，应该有。再穿黑，好，没问题。那这个还有吗？红，这是橘的红。小零钱包，橘加一是橘的红色。黑色，我换衣服有没有很宽？黑色，黑色，然后配。荧光黄的笑脸，非常的亮，非常的亮。这件真的可以买、欸、这件真的可以买，而且它是棉码的，然后单穿一件就好了，完全不会透明，然后很舒服，很凉，很舒服，然后很凉，非常的有型哦，非常的有型。喜欢的快点，一件就免运了，一件860就免运了，拜托多买几件好不好？多买几件，二八蓝加一，再穿黑。有，我们漏掉的讯息没有吧？好 ，OK， 然后再来是我的裤子，来，非常凉爽的裤子，来这一家的这个牌子的。那我现在穿的是 M 号哦，版型非常的正常，有没有？穿起来是稍微有点微松，因为它的版型呢本来就是微松的感觉。然后它的口袋呢是做这个样子，然后前面这里口袋的下面这里还有一条前车线，前车线。裤子非常的薄，真的薄到很像一张卫生纸这么薄，超级薄，整件非常的有弹性哦，有弹性。一样腰围一整圈，一整圈都是松紧带，这里口袋呢还有一个他们的皮标有没有？然后我裤脚有折一折，它是长裤哦，它是长裤，长裤，夏天绝对穿得住的牛仔裤。非常的薄，你收到就知道，它真的超级薄。等一下如果有脱下来的话，可以折给你看，它折起来非常的薄，很好穿，材质很软。来，编号29号，尺寸正常。如果你有想要问什么尺寸的话，可以问哦，可以问。咪咪圈，你来呀，端午节快乐哦。来，编号29号，打折下来呢是。是你还没改，打折下来是1210哦，版型正常，尺寸正常，你平常穿什么尺寸，你就是拿什么尺寸就对了，完全不会错。我现在穿的 M 号刚刚好，非常的舒服，完全不勒，屁股呢也刚刚好，刚刚好，有没有？长度也刚刚好，版型整个裤脚到小腿都非常的顺，真的很好穿。真的很薄，夏天绝对穿得住。那你们自己加哦，编号29号哦。喜欢的要打29，然后带颜色跟尺寸加一。OK， 那我要拍照喽。加这两个，快点 ！S 加一 ，A 加一，这两个。
一定要买，大包小包一定都要买，而且它的材质真的爆炸好，非常的硬挺，而且一个才780，这个价钱真的你外面买不到，好不好？而且质感真的很好哦，然后里面都有防水的那种。就是、它有防水的，防水里面都有防水的，就算你对，就算不要真的只买一件啊，哎对，就算你翻不小心翻倒了水跟饮料在里面，它完全也不会抖出来。我靠，它这个是它的小心机，好不好？小心机的地方，这样子，赶快哦，这两个一定要买哦，好不好 ？OK， 下一件。来编号三十，编号三十哦，来现货。来黑三，然后粉三，就是现货卖完卖一卖就没有了。来，这个是粉色，然后是 G U 是 S H Shelly 他们家的猫咪的哦，衬衫棉。非常的凉，而且不会透明哦。这个粉色也很好看，它的那个大花有没有？然后我身上穿的是黑色的，来编号来到了30号哦，然后现货黑衫粉衫，这个卖完就没有了，这个没有追加，所以没有放在来去公共里面哦。喜欢的话直接在线上加一。衬衫棉料，衬衫棉，然后两边都、没有口袋，哎、都有口袋，都我喜欢两边，都有口袋哦。这种衬衫棉它都是会做口袋的，两个颜色哦，两个颜色现货各三，编号30，来它的肩宽42，胸宽54，袖长26。袖宽25，衣长64，下摆49公分，来可以穿到大 L 号，可以穿到大 L 的尺寸哦，只要1170，要的帮我打30，带颜色加一，要的帮我打30，带颜色加一哦，各三件而已哦，而且里面有的颜色你下半身都可以配，里面有的黄色啊、白色、绿色啊、紫色，你下半身都可以配，所以我觉得它很好搭配，很好搭配。来哦，这一件 Shelly 他们家猫咪他们家的真的是很好穿，就衬衫棉料很薄，就是很舒服。然后像夏天呢、你洗一洗，它很快就会干了。这个真的很推，真的很推，好不好？这真的很推，喜欢的赶快在线上加一哦，免运免运，加起来，这是现货哦。对，线上先加先赢，是，对，然后一件就免运了。对啊，把握机会，真的哦。赶快把握机会，要的赶快加一。好 ，OK， 那我拍照了。我是 S 包，对，我是买这个，然后这个是阿宇买的 A 包。
有没有？它里面东西超多的，或者是我里面的东西只有这样而已，好空虚哦。对，因为我把东西都放在我先生那里的。哎呀，这个对啊，这个真的可以加，好不好？而且只要780，要能帮我打 S 加一或是 A 加一，比一下白裤吗？好。是松紧的，它里面是这样，怎么样？这样造型啊，它是造型这样，然后有口袋啊，有口袋，颜色好好看哦。冬天要来点哦。好了，冬天可以啊。我看到这个我真的很讨厌啊。那我看到我的脸怎么办？不是你不会啊，我是比较明显，是比较看短片啊。对啊。好啊。那换我的裤子了，编号来到了31。那我现在恰你的离合啊，恰啥？恰铃铛的花，如我还不来嘞，恰眼睛。啊，我该离婚看咩啦？你呼呼掉，我黄，黄不要紧啊，因为你找一个姓黄的。看我就只找姓黄的，好呀，阿你，我给你给恰。而且我敢百姓百岁，我敢。一个什么百家姓怎么把我嫁出来了吗？好让我以后什么都可以找。消薄的呀，这消薄的，腰带的还没。来，编号31号，颜色有绿跟黑，衬衫棉料的宽裤裙，衬衫棉料，然后你看它旁边有一块棉料呢，有没有很好看？就是比较不一样，它的重点是在它的旁边，真的哎。哦，有没有？就那个弧度，没有看到哪里。对，有那个弧度哦，哈。然后衬衫棉料，薄款的，薄款的，薄款的，喜欢的赶快加一。好，来我拉一下，这样有没有？它弹性真的很好，它的弹性真的很好。来，是这一家的，看嘞，这一家的衬衫棉很轻哦。有没有听到？有。有没有听到？有有。大概是这一件大概是6分，它在膝下。它在膝下，好不好？膝盖下面哦。两个颜色，我念一下尺寸哦，编号31。我们等一下剩最后两款哦，我们要结束喽。编号31，然后它腰围32到49公分，臀围92，大腿40哦，裤长前面65，后面69，然后裤档39，然后可以穿到 L 号或是大 L。L 大 L， 因为它只到49公分，就是 L 到大 L 就好。布它的布料是衬衫棉料，没有弹性，颜色有绿跟黑，价钱是1510，价钱是1510哦。是，这样子懂吗？懂，了解吗？了解。我要拍照喽。好的，好。裙挺吗？挺吗？挺啊，挺！它的布料算挺的，它虽然是薄的，可是它穿起来也是会挺，好不好？那、哦、我们剩最后两款了，我们要结束了，各位，剩最后两款了，好、哦，来我的那个猫咪 T， 颜色一样哦，黑白色，黑白色，黑色跟白色，然后是 Rico 的副牌，这个小女孩这一家的 Rico 的副牌一样哦，是球状的版型。然后它的猫咪呢是这边，
猫咪抓蝴蝶。猫咪抓蝴蝶。对，我打得很认真。猫咪抓蝴蝶题，猫咪，然后他在抓蝴蝶，有四只猫咪，有四只猫咪抓蝴蝶，然后他就是绣在他的侧面，整个是绣上去的，他是绣在布料上面的哦，完全不会掉，放心，好不好？然后可以穿到 XL 号，编号32号，编号32号，买一件，我的风扇，买一件就免运哦，来，680，打折下来呢是680，肩宽43，胸宽54，袖长16，袖宽22，衣长67，可以穿到 XL 号，颜色就是黑色跟白色。黑色跟白色，基本款，基本色，黑色跟白色，有没有？像这个来配一下我们的 S 包，是不是很合理？有没有很合理 ？S 包有没有很合理？有，好好看哦，超好看。配一下我们的 A 包，是不是也很合理？好好看哦。真的，我跟你说，这两款包包一定要买的，而且才780，超便宜，780，便宜到叫妈妈。妈呀，真的很便宜、啊。妈。OK， 那喜欢的自己加，赶快32黑加一，32白加一哦，32黑加一，32白加一。猫咪，猫咪就在旁边，猫咪就在你的旁边，猫咪就在你的旁边，猫咪就在你的旁边。然后正面这边是比较素面，然后侧面这里小巧思是在你的侧面。好，那我拍照咯。的感觉有没有跟一般的口袋不一样？后面两个素面的口袋，然后我现在穿的是咖啡，然后还有绿色，喜欢的赶快33咖加一，要带颜色，33咖加一，33绿加一，要带颜色、啊，要带颜色哦，这样系统才会入单哦。绿色也可以配白色，也非常的好看，而且穿起来非常的挺，版型真的很挺，然后它的裤脚呢，这里哦。还有一条车线，跟我上次卖的那件牛仔很像，对，版型的金木的港宽，对啊，这里啊，今年就是流行这种版型，所以每件裤子你就觉得，好像有点像，啊，又有点不太一样，因为他们今年就是流行这样。然后这里啊，裤脚这里有一条车线，要折不折都可以。然后像我呢，有折两折，然后穿起来非常的挺，然后就是这样子有造型的裤子，有造型的裤子很好看，然后后面是这样。我们结束了 ，OK， 就穿了、欸，就穿了、欸，好，33绿加一，33咖加一，快点，现货1050，非常的划算哦，非常的划算，非常的划算，买到赚到，啊、1050，然后红利回馈一件，没多少，秀完，不到1800。今天要带回家了，因为里面都是我的东西，然后我东西真的很多，它真的很能装，两侧可以装水，两侧它两侧有没有？它四个边都可以装东西，两侧都可以装水，这里有一个暗袋，然
然后韩国的哦，有没有？它下面有写 Made in Korea， 这里有一个暗袋，然后这边也有一个大的暗袋，对，容量真的很大，它可以装 A 4的纸 ，A 4或者是你有电脑，或者你今天是上班族也可以。然后整个是硬挺的帆布包，硬挺的帆布包，一个才790呢，拜托，这一真正唔免恐慌，公家顾啊兄，太便宜了。这个也是，它也是硬挺的，它就是可以站起来的包包，然后一样都是帆布的哦，质感真的超级 好。今天这个他也要带回家，对，要是我这个如果有交货的话，我也要留一个，因为我觉得小包也是必须的，就是大包跟小包我觉得都要，就是有时候你去出个门，你就是可能。附近你就提这个，那你今天要出远门，东西比较多，你就提大的。啊、我觉得大的小的都要，而且才780，真的很便宜。材质重点是材质真的很好。身上这件衣服几号？32哦，宛如32，编号32。喜欢硬挺的包 ，Grace 你有加吗 ？Grace 你有加吗？因为嫩嫩的包哈，你就是放着它会倒来倒去，然后里面的东西你要捞又捞不到，对不对？那我所以我觉得硬挺的包包，你就是在找东西都，因为东西你可以放得很整齐，所以就是找得到东西。我觉得它硬挺是因为它里面有上了那一层胶。哦，对，因为它有一个防水的胶，有个防水胶。对，所以里面呢，你如果会打黑胶，这边有放水啊，或者饮料，你打翻了，或者是酒精打翻了，一没造船。没错。对啊。然后你看我里面东西这么多了，它空间还这么大。对啊。可是背起来其实不会让人家感觉说你背了一个很大的包包，不会。它的大小就是非常的适中，有没有？非常的适中，手提、手腕、肩背、斜背都可以。重点是它后面还有一条这个，刚才忘记介绍。对，有我有介绍啊。哦，欸、我有介绍这一条，这条超好看的，这一条，啊、这条是它经典，这一条后面哦，它连后面都没有马虎哦，就是都做得很好看。OK 啊，底部有底板吗？有 ，Grace， 你们问到重点了。哦，还好你有问，我也忘了介绍，太开心了，有没有这个包？它有一个底板，它有一个底板，所以这个你也可以去放在你其他比较软的包包。这个它有一个底板，这个你要用不用都可以，它有一个底板。Grace， 你站。你有问到一个重点，忘了介绍一个小巧思。它这个下面的这个底部的这隔板可以拿起来，可以拿起来。然后你看哦，我拿起来，它的底部还是很 OK， 不会说它整个是变形的，不会，底部也很 OK， 对不对？对，好 ，OK， 不可以取消哦，桂芳，包包加了就不能取消哦，因为包包是那个。哦对，哦 S 可以，对 S 可以 ，S 是预购款可以。吓死我，想说怎么加一加要取消，就是尽量就是加一加就不要取消啦。对、啊、因为我觉得真的很 CP 值很高，一个才780哎。对，你这外面怎么会有780？一、啊这个千，我跟你说那个小的就外面人家卖1680还是1650，我忘记了。1000多块，1600多块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你们包包买的就不要取消，因为这个是真的 CP 值很高的包包，780，我们真的觉得你们真的可以啦，你就试一下，给自己一个有没有给他一个机会，才780，对不对？好 ，OK， 那我们结束喽。OK， 对呀、啊，明天呢？明天两点、哦、还有一场，然后明天也有小惊喜哦。对呀、啊，明天也会有一款东西，你们会非常的喜欢。对，真的对真的，那明天两点还有一场。那这三天一起看完，这三天到下个礼拜一以前的晚上11:59以前加单的，都是免运哦，你们一定要把握，好不好 ？OK。